你为什么这个时候砍柴火？我只租柴房给你，这后院又没给你，干什么是我的自由？你砍柴我怎么睡觉？怕吵啊？那就去住上房喽，那里又舒服又安静。我还想呢。办法一定是有的，去找华老爷赔个不是。有没有其他办法？这是什么木头啊？ 这么难砍开，你呀，这么有性格干什么？当个被拒绝砍开的木头啊！你到底什么意思吗？哎，原来你不笨呢，当个顺民就好了，受那么多苦干嘛？同样是木，人家一刀两断。 朽木不可雕，孺子可教也。都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嘛。这种男子汉不做也就算了。待会儿你不用讲，让我来讲，你只管笑好了。就不损你大丈夫的钱。华老爷来了。华老爷，商公子是诚意来向你赔不是？只怕是当面赔不是，背后捅一刀。不会的，商公子乃京城的富家子弟，您是太平镇的首富，大家做朋友都要好处的嘛。哎哎，华老爷，您别生气啊。商公子呢，给您带了份见面礼，是非常非常名贵的珍珠。华老爷，请笑纳。珍珠啊，我的仓库里成千上万，有的是。这个珍珠很特别的，是蛙牌夜明珠，不同的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来人！哇！华老爷，喂，华老爷，人家送你稀奇宝物给你，你怎么这样对人呢？ 这，其实我的肚量很大，既然你诚恳道歉，我是过往不咎。管家，马上通知下去，商公子已经成为可安全交往户。 那这块地就是我们李家的传家之宝了。 世世代代都靠着它了，很好。我们在这里种植大量的草药，然后把它制成美容产品之后啊，推销到全国各地，肯定到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美容产品的富商。龙哥，我们真的可以发财啊！当然可以了。试问这世界上哪个女子不爱美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产品肯定有销路。其实啊，不光女孩子爱美，很多男的也很爱美。那就更好。动工吧。动什么工啊？ 锄地啊，李四家这块田啊，已经很久没有种植了。你看，泥土全都硬掉了，我们要拿锄头把泥土锄开来才可以下种。那么大的一块地，就靠我们四个人啊？喂，大哥，不然怎么办呢？又没钱请帮手啊。没关系，杨兄弟，只要我们同心协力，铁棒磨成针，这块地也会变成一块好地啊。来来来，干活，干活，来来干活，干干干，来。 杨峰，怎么不过来帮忙啊？我长这么大，哪干过这种粗活啊？算了算了，我们可不要逼他了，人家是贵族地主嘛，怎么做得起这种粗活呢？你就帮我们拔拔这野草吧，我们来挖就好了。来，好，来来，干活。这么大个地方。 我上哪儿去找我哥？我在道上去帮你问问人，看有没有你哥哥的下落啊！哎，龙哥，龙哥，哎呀，
你们干嘛去了？找你们好半天了。李斯家刚破了，破了就去买一个新的好了嘛，大惊小怪。嗨，当然买新的了，可钱在你身上啊。再说了，光买就完了，还得抬回去，谁抬啊？好了好了，别唠唠叨叨了，去买。走吧，杨兄弟。我想找我哥哥。好吧，那你自己小心点，我马上回来找你。受得了啊，这好像是海山压顶啊。是吧？是啊。哎，看看，哎呀，起来。对不起啊。哦，小姐有礼了。公子，你来太平镇是来找我们家小姐吧？啊，可以这么说吧。公子，小姐明明跟你约好七月初七见面的，你为什么不来呢？害我们家小姐白白等了你一个晚上啊。不行，你这样说会羞死人的。我实在是因为盘缠用光了，耽误了行程。其实七月初七那天我刚好到镇上，没能和小姐见面真是太对不起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你把我们家小姐给忘了呢。不会，她长得那么有特色。去安排一下。小姐，我去帮你买水粉。买水粉。小姐，我真的有点急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公子，你不是说没有盘缠的吗？不好意思啊。公子不用担心啊，我知道前面有人设下擂台，打赢了可得白银千两。真的？嗯。真的？嗯。呀，快起来呀！起来呀，你们！哎呀，你们怎么还在这睡觉？快起来呀！挂牌呢？挂起来！哎呀，哎，冰淇呢？哎呀，哎呀，哎，管家，快点，快点，冰淇，冰淇！哎呀，他们都来了，快点！哦，快，放这，放这，放这！我们是快点，哎呀，先别管哪个派的，你先把戏演好就行了。哎，快，快点！我没骗你的，连过三关者赏白银十两，最后得胜者获得十金。赏金怎么那么少啊？这还差不多。谁来跟我比？你，我来。啊！你要打死我！他怎么？你这比什么武啊？你要打死人呐！什么？来吧！来！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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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算了算了算了，他们太厉害了！哎，这金眼银眼我不要了！哎，再见啊！量力而行就可以了。你别走嘛，你不是缺钱的，有两千两啊，两千两，两千两，两千两。Ah!
那我怎么办？我不打了。敢让他打你吗？哦，我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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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打我，打我，打我！对对，就是打我，打打我呀！对，哦，哎呀，哎呀！恭喜恭喜啊，大英叔啊，你是擂台冠军得主，可得赏千金呢、啊、哦，还有千金啊？当然啦，你还可以娶得本镇大财主华清老爷的千金做妻子，实在是恭喜呀、啊、什么？不是啊，刚才那写的是十斤，那一瓶是你们后来加上去的。哎，蔚蓝女婿，我现在就把我小女交给你了。大英雄，恭喜恭喜呀、啊！哥哥，还不快追追！哎，我们无心伤害你的，请跟我们回去吧，我们好向老爷交代啊。休想。哎呦，哎呀，快追快追，别跑，站住，快追快追，别跑。哎，哪去了？能拿我怎么样啊？看你们能跑多远。这里有很多钢啊。哎，来看看，哎，这个质量不错啊。那有口更好的。哦。正所谓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，打不过嘛就走，走不过嘛大人就躲喽。嗯。来来来，快起来。怎么回事呀、啊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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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简直就是胆大包天，敢抓我到公堂上面来，不怕我告到朝廷上面去，你们死罪可逃，活罪也难免。大胆小子，你竟敢在本官面前胡言乱语，闭嘴吧。华老爷，您打算怎么处置他？当然是让他为我女儿负责了。我为什么要对他负责啊？华老爷设擂台比武招亲，你以为是闹着玩的啊？好，就算我冒犯，那我向华老爷、华小姐赔个不是。但如果要我娶华小姐，那是绝对办不到的。爹，你真是不知好歹，能得到我女儿的青睐，你是三生有幸。你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你还值多推他。我本来就是有福多福之人，不用您老再给我增加福气了。这大胆刁民，不负责任！来人，给我先打80大板。是。先打60吧。40。三十够了，20。十还是大人，华小姐这样咳嗽下去恐怕会咳出血来的，依我看暂时先将她输精，然后饿她3天3夜再说嘛。啊，说得对说得对。杨峰，本官决定将你收监，让你好好面壁思过，3天后再审。来人呐，在，把他压下去。是，走。还收什么监呢？把他斩了算了。
吗？我是公公。你个头啊，这牢房里我最大，我才是你公公呢，你最好给我安分点。这是胡罗平一样被犬欺，连犬都不如，简直就是老鼠。公子，这里有老鼠吗？杨公子，哪里有老鼠吗？我马上派人去买砒霜。不用不用了，你呀、你就是我的砒霜。我也是一番好意嘛。是啊，好意啊，好意把我骗上台打擂。拜托你不要对我这么好，好不好？喜欢一个人也有罪啊。你喜欢全天下人都没有罪，但是你如果要嫁给我，你肯定有罪的。杨公子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来来，吃点点心啊，有话慢慢说嘛，慢慢说。饿了就多吃点。我最讨厌吃点心了，滚，走。人家对你是真心的，你干嘛对人家这么凶嘛？天底下什么事都可以商量，感情是不能够勉强的。不会呀、人非草木，对久了就会有感情的。什么？勉强的感情是不会有幸福的。你把我关在这里，关到我80岁，关到我翘辫子，我也不会娶你的。滚吧，你滚！滚滚滚滚滚！你们两个一起滚！哎，小姐。是啊，杨兄弟还没回来。龙哥，再等下去晚饭变早餐了。是啊，说不定杨峰他自己走了呢。杨兄弟他不会这样不辞而别的吧？哎呀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向来喜欢神出鬼没的。你们先吃好了。哎，好，来来来来来来。什么？这里我最大，尊重我点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只要给我通风报个信，这个手链呢就是你的了。行，什么事好商量嘛。快说什么事。你告诉我好朋友，我关在这里就可以了。行行行行，他在哪里啊？他好像住在什么吉祥坊附近，什么什么里的。这里大贵里大富里方圆几十里我怎么找。哎呀，我初到贵地嘛，当然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了。恐龙，恐龙啊，你认识他吗？他是你朋友又不是我的朋友，你不知道我怎么找啊。给我还没叫敬过我呢。你不给我传福信，你至少给我纸和笔吧。你纸笔有救了，飞鸽传书。Thank you.
字体难看，笔法紊乱。哎，这个不是哪个疯子，就是小孩子胡乱涂鸦。莫笑莫笑，哎，赶快来看看我们高丽进口的最新美容产品，一起来看看啦，看看啦！你看看，莫笑莫笑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客官，看看我们最新的美容产品啦！啊，这些都是高丽产品。是啊，那看来你是去过高丽喽？啊，高丽那儿的民风怎么样？那这位公子气宇轩昂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凡夫俗子啊！问的问题果然是有水准啊！哎。你一来就问高丽的民风，问一下我们产品的成分，果然是有见识啊。公子啊，其实高丽那边呢最注重的就是潮流，哎，一年四季啊用的产品都是不一样的，看来这位公子一定是想走在潮流的尖端了啊。不是不是，哎，不要不好意思嘛，来来来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高丽最流行的黑齿牙粉，用过之后帮你牙齿黑得发亮。我试给你看啊，来来来，张开嘴巴啊，先给公子看。不，我不想要这些美容的产品，我只想了解一下高丽的民风。哦，那你找对人了，我们龙哥对高丽那是了如指掌。不过呢，要想让咱们龙哥开口，必须得有四菜一汤。早上到现在。还没有开张呢。那没问题，别说四菜一汤，八菜两汤都行。今天啊我请客。哦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了。吃啊。阁下看起来不像是本地人啊。我是从京城而来。哦，那府上是不是当官的呢？我看你有官老爷的气派啊。不，我们家做的生意很复杂，基本上是帮人解决难题，每年收点租金过日子。哦，你是地主啊？对，就是地主，就是地主。啊，这话很熟，在哪儿听说过？你说什么？啊，对了，就是地主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哎，我有个好友杨峰，他也是从京城来的。而且他跟你一样都是地主啊，虽然跟他素昧平生，可是咱们志趣相投，只可惜啊。可惜什么？他这个人呢喜欢不辞而别，现在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你干什么？没什么没什么，看清你的长相之后发现你的轮廓跟杨峰蛮相像的。哎，你有没有兄弟啊？龙哥，你眼睛有毛病啊！他那么白，杨兄弟那么黑，不可能的。你以为他们是黑白无常啊？你乌鸦嘴你啊！你吃东西就吃东西，你有几张嘴啊？我没有什么兄弟。不过，既然你这么想找你那位朋友的话，那为什么不在镇里面贴个寻人告示呢？啊，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？哎呀，真笨真笨！好好，吃完饭马上就去啊！你们给我起来！你们两个做事情没见你们这么勤快，吃东西连姓什么都忘了。去，帮我拿纸笔来，快去呀！里面还要踩，不行，我快断气了。哎，杨公子，带你出来透气的事情不能让爹知道的，只能坐小轿，你就多包涵吧。每次都是你爹，你少说一次不行吗？如果你觉得骂我开心的话，你就骂吧。哎，公子，你头痛啊？我们出来快半个时辰了，回去吧。不要，街上很热闹，我想再看一看。
你在看什么？我好像听到杨兄弟的叫声。大白天你说梦话呀？那杨兄弟不会武功，他又不会千里传音。啊，他不是千里传音，是千里传信啊！你看，杨兄弟他有难了。杨兄弟，哎，这在前面，啊，在前面，快！哎哎哎，快让开！让！哎！还不行吗？哎呀！哎呀！呸呸！大爷，大爷饶命！大爷饶命！我没钱啊，积压全给你们。谁要你的？给你打听个人，见过这个人没有？没有，没看过，没看过。你连看都没看就说没看过？看，好好看看。啊？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他在哪儿？快说！这不是唱戏的那个包青天吗？啊，少了个月亮。你小子耍我们！哎呀，找死你！哎呀，找死你！哎呀，不要打了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好了好了，哎，搞得鸡飞狗跳，他都不说，肯定不知道了。放了他吧，滚吧！去！老人家，慢慢走啊。对。慢走，扶老人家到这边歇会儿。您坐会儿。坐。老人家，您见多识广，我呀跟你打听个人。这个人你认不认识啊？在哪儿啊？就是这个人呢。刚才我看你走得挺好的嘛。我看你连拐啊，你连拐弯都会啊。你们俩夹着我走，我能不拐弯吗？小朋友，见过这个人没有啊？见过没？这个人认不认识啊？见没见过？小朋友，告诉我们，小朋友，我给你买糖吃。哎呀，认不认识这个人呢？你们两个刚刚弄得鸡飞狗跳的，然后又拉来个瞎的，现在又去找个恶鬼来，你们脑袋是不是给猪换了啊？今天看来不揍你们两个，我就不姓孔。别走！哎呀，龙哥轻点啊！这不是打擂台的黑哥哥吗？小朋友，皮肤高鼻子小嘴巴，明明是他嘛，难道你们认不出来吗？脑袋给猪换了。来，哇，只有米和水啊，鸡蛋喽，有鲍鱼我也不介意的。葱花和油一两银子，鸡蛋十两银子，鲍鱼也是十两，不过是黄金。喂喂喂喂，你们上辈子杀千刀啊，那么会抬价？这里是牢房，不是善堂，想逃施舍到庙里去，再唠叨我就送你元宝蜡烛香。哎呀，大哥啊，我家里真的很有钱的，可惜住得太远，银子很快就送来了。昨天送你的那个，那我发誓，我真的有很多很多金银财宝。你放过我这头肥羊，一定会后悔的。好，谅你也玩不出什么花样来。我最后等你一天，如果明天你再不变成肥羊，我就宰了你来涮羊肉锅。老天爷，帮帮忙嘛！我可不想变成涮羊锅。恐龙到哪里去了？他为什么不来救我？你怎么像鬼一样神出鬼没的？我恐龙交友广阔，哪里去不了嘛。你带我出去好不好啊？啊，你不是喜欢凑热闹吗？我看这里蛮热闹的啊，这么多人陪你。你这人真是很奇怪，连这种热闹你也喜欢凑。我看你这人真的很奇怪。我真的很可怜的，我被别人骗去打擂台，本来想赚点这个东西，可以买点鲍鱼翅，
这里条件这么差，吃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。求你了，带我出去吧。放心放心啊，没事的没事的啊。这样好了，我想办法救你出去，有我在，不用怕了啊。时间到，滚开。柴大哥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啊。这样好了，来来来来，尝尝看这个啊，我叫回春堂特别炮制的人参灵芝一等上品当归云片膏，很贵的哦。两片烂云片膏就想收买我啊，你脑子坏掉了？她可是华老爷的未来女婿，就算你拿王母娘娘的蟠桃过来也休想赎她。你原来是你有病啊，竟然连华老爷的女婿你都不做，来这里来坐牢。你喜欢他女儿吗？我双手奉上接送大床喽。去你的。不知道里面怎么样了？我怎么知道？哎，龙哥，龙哥，怎么样啊？还活着吗？有没有什么少胳膊瞎个眼什么的？你们两个真是乌鸦嘴啊！他比你们还活蹦乱跳。真不明白，他跟你们一样，脑袋进了水了，怎么连华老爷的女婿都不愿当呢？龙哥，你走了几年了，你是没见过华小小啊？我是没见过，可是我记得。他长得瓜子脸，笑起来还有个小酒窝，蛮迷人的。他以前是蛮迷人的，可是现在呢，他变成那样了，举一个当两个用，不可能吧？怎么不可能？小姐，小姐，没事吧？快点，来来，小心点啊！好，他不会就是华小小吧？就是他。难怪，杨兄弟死都不肯娶她，娶了她，那岂不是比那个蟑螂死得更惨？龙哥，那怎么办？杨兄弟在里面做蟑螂呢？那不行。一定想办法把杨兄弟救出来。可是到哪儿去找银子嘛？就算你现在卖身也来不及呀。龙哥，虽然你没有，但是你认识的那个人他有啊。龙哥，你是不是在这儿办事子要办到天黑呀？龙哥，你就委屈一下，就求他一次吧。龙哥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三尊假石狮子就变成真石狮子了。龙哥，好吧，为了杨兄弟，为了大家的肚子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我回来了。龙哥回来了，老板娘快出来。老板娘，你朝思暮想的弟弟回来了。看孔雀姐。你回来了。你怎么还有脸回来见我？姐姐，真的是没脸回来见你。你不要回来见我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别打了！不要回来！打死你！救命！让开！我看你往哪里跑。姐，我不跑了，让你打得够。好，你说的，你说让我打你的。这一棍
是你当年不辞而别。这一棍呢，是你爹娘打你的。这一棍呢，是为弥补我三年青春而打你的。你知不知道，我是你姐啊？你有没有想过我什么感受？你丢下我，你自私啊你！对不起，大姐，一切都是我欠你的。对不起，一句对不起有用吗？对不起没用的。原来孔雀是你姐姐，怪不得她那么揍你，你都不还手。我连累了他，我对不起他。就算他打死我，也是应该的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现在难过也没有用了。蜜意成吹了，节哀顺变吧你。谁让你当初失恋离家出走，害你姐嫁不出去，你整个一心理大变态。都怪我自私。原来客栈本来应该是我一个人来承担的，最后我留给了我姐一个人承担。我孔龙从来不欺负女人，可是我欺负了我姐，我真没用，我真没用。其实这件事儿，爹娘也不对啊，死得也太早了。就是嘛，要不是当年原来客栈像现在那么好的生意，他姐也不会做那么大的牺牲啊。三年前，原来客栈本是一间小小的店铺，在龙哥父母的苦心经营下，终于成为本镇客死云来的客栈。可是也因为生意太好，龙哥的父母积劳成疾，英年早逝，留下他们姐弟俩撑场子。当年的孔雀大姐结识了一位武艺高强的翩翩公子高勇，他们俩人经常在河边相聚，拳来剑去，一起切磋武艺。双宿双栖，没料到他弟弟却因为失意于一位姑娘，早他一步离开了原来客店，给他留下个烂摊子。无奈之下，孔雀只好留下来，而不能随高勇浪迹天涯。高勇以为孔雀背信弃义，两个有情人因此反目成仇。
天灰尘迷雾，有你陪我度过，温暖在心里，想要握你的手却不够勇气。曾经受过的伤，没有人会明白，只有你。每次当你靠近，不知所措，是否爱就在眼前。我愿为你承担所有风雨，我想逃避，逃不过你深情。你是我的唯一，让爱火燃烧，真心真意，相爱都难得。我爱你一生不